晚安。我刚刚超级感动。Hello， 我刚刚以为还有很久，刚以为还有很久，哪有奇怪的东西？红包，哪有奇怪的东西？其实这个不用。晚安。我刚刚以为还有十几分钟哎，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：“啊，你不是要直播的吗？”然后想说还有一段时间呢、啊，结果我家里的时钟慢了，害我刚刚很紧张，讨厌。怎么头上绑鞋带？好像有点像，这是蝴蝶结吧？只是我太赶了，我绑坏了啦。没有绑，太赶了，真的是太赶了。今天没有什么造型，我以为时间很多，没有时间了，只能变成这样子了，所以只能赶快上来了。没有办法，我也很紧张哎。我算很准时，我怕我太晚呢、啊。鞋带就回不去了，没关系啊，每次都会被说一些奇怪的东西。现在给我时间哦，那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它毁了就毁了，它毁了就是毁了，它毁了就是毁了。现在没有办法让它，还是再绑一个鞋带。晚安，看开了。对啊，反正你们就会乱想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它毁了就是毁了耶。应该要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鞋带教他绑，还是来绑个鞋带，绑这边。反正他都毁了，放弃挣扎。没有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你们都这样了。好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谢谢喝印上的钻戒，可以吧？谢谢康妮上的救救你哦，很怪吗？但是这里怎么突突的？谢谢喝印上的怦然心动，那你上次是感冒了。晚安，谢谢博成上的告白气球哦。现在是不是有人在开播啊？佑恩在开。晚安，哎，真的没有很绑得很好哎。面面刚开啊，真的、哦。我要放弃了呢，怎么长成这样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我越看越怪了？完蛋了！我不想补救他了。什么长额赛？没有啊，他只是太赶了，太赶才绑成这样子了。怎么办？还是把它往后绑？但是我也没有。我这里也没有橡皮筋，好，就这样了。穿古装可能就正常，我没有古装。我不是十点开吗？我什么时候十点开了？今天是八点开。晚安，夜空 sky。我今天是八点啊。看一下重绑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绑了，我没有想法。晚安，普拉斯，晚安。今天是八点多开始，今天哪有那么久？今天是说一个小时。谢谢喝酒喝到吐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今天不是和星期二一样一小时？对啊，我今天就是一小时，到九点。
上次是个意外吧？上次真的出了一个大意外。谢谢黑杰克送的萌新会员票，我有黑杰克送的那个给易云前辈发的那个小礼物，哪次没加班了？那是你们让我加班的。谢谢夜空 sky 送的一颗星，谢谢康妮送的兔子娃娃。听起来明明就两个小时，还没有到，我没有播到十二点，我在十二点前就关了哦。早上九点，我没有。今天要加班吗？今天需要加班吗？然后加班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太久了吧？谢谢波喜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台中苍苍送的镁光灯。啊，我越看越丑嘞，糟糕！今天怎么可能到十二点？好久没见到，有吗？光一才刚刚换我的照片，谢谢后印送的镁光灯。怎么这边那么秃啊？一定是时间的问题。不丑，超可爱啊！谢谢。你想我了？你哪有啊？我还是有在其他台看到你的。我上次都没有跟你聊天，那你上次你休息一天就好了嘛，你隔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先去找那幼阿宝，等待还要看你多久一点。哎呦，阿宝，你刚刚，你刚刚也有去看麦玲啊，吐司，是吧？然后你改名了，你改名了，吐司。突然好想你要突然唱歌吗？就乱跑，还好我不会被你抓到。我上了下次跑去晨晨前辈的房间，我就会看到你了。我然后乱跑，我就刚好看到他在开，我就进去 say 个 hello 啊。我只是打个招呼而已，然后就不小心看下去了，不一定，难说。但他开的时间是不是都不是晚上，就很难看到。谢谢台中苍苍色的音效卡，晚上好，你直播追得很勤，我没有吧，我很少吧，我很常去看直播吗？没有啊。没啊，看到你进来我就不留言。那谢谢和印上的一颗星。那我是不是？那你多多，那我潜水，那我潜水，我的名字就不会改。吐司坏，他已经走了，吐司已经走了。晚安，路边的香蕉，刚刚才见到你哦。跟一萍一起直播过，但只有一分钟，而且那时候声音不是很卡吗？跟依萍真的只有一分钟。Hello， 草莓酱，真的只有一分钟哎。柯基玉晚安，阿叶晚安，谢谢柯基玉送的吻手礼。不要趁我不在告诉我爸爸，你怎么还在呀、啊？你不是要去看你的幼阿宝吗？幼阿宝现在在开直播呢，他不是六点就开了吗？他开到几点啊？他也在加班耶，大家都是世袭加班仔。你很怪你没知道，没有，我只是没有去祖祖的直播间而已。我去了就看到了，然后妈妈的直播去看也会看得到啊，对吧？没有，后羿很常在，只是你没有讲话而已。晚餐吃了吗？吃了。我真的没有在抓你们。是你们自己现身的，罐罐真的很糟糕，罐罐真的很糟糕，罐罐已经下车了。谢谢 QQ 送的小后脚哦，今天好可爱，是吗？他们刚刚嫌弃耶，对，他也在加班。等一下，吐司到底不是说走了吗？幼稚园说八点，他一定会加班。谢谢 QQ 送的一颗星，很喜欢我。你确定？
这么早吃，有很早吃吗？谢谢 QQ 上的音效卡，有很早吃吗？你们都几点吃晚餐？不是正常，正常在家都很早吃啊。我没有上学，今天没有要上课，好爽哦！今天放假耶，我今天睡了，就是起床吃饭，再睡觉，再吃饭，然后准备就直播了。今天不吃了，等宵夜。宵夜要吃什么？但是我家没煮，我今天就想去买麦当劳。我昨天原本也想去吃麦当劳哎，但是有点远，12点，7点吃啊。那还蛮正常，我平常也差不多，但是今天在家里就早点吃，还没有吃晚餐。外公叫了5杯饮料，为什么5杯？你跟谁一起？我也想喝饮料。7点吃，好像回家都差不多7点，只好提早吃。你可以边看我直播边吃吧，好快乐耶。但是我今天一直在睡觉，就感觉好像好久没有这么睡了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可以睡觉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对啊，我是蜘蛛，还在那一点。那你们今天在干嘛？都还没吃，现在赶快去吃外送，外送也很好。虽然我们家里有煮，8点吃，我晚上就给你直播。不行啊，你这样会太瘦了。自己喝5杯，免运加打折。你自己喝5杯，怎么真的假的？那你怎么不会变胖？晚安龙魂祥欸，睡很久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今天可以睡那么久，我就起床滑一下手机我就睡着了。不要讲到很长，跟我吃饭好不好？你真的没吃吗？没吃赶快去吃。姐姐晚安，可以赶快去吃饭。好好，有人想跟你吃饭，你快点跟他约起来。你也想睡那么久，你没有睡那么久吗？谢谢台中苍苍送的小号角。哎呀，他接受嘞，但是你要来这边，你要来这边才行。你也想睡觉，可以睡觉啊，放假就是要睡觉。来香港吃我请客，香港，你要知道我没胖了，先找到我再说。不是哦，韩吉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侧洗，你应该是你吧，就是我在侧洗看到你，然后你其实就是离我蛮近的，然后我就说。我就看到你，然后要唱歌，然后你一直在看安安啊，你在看安安前辈啊，你没有看我啊，然后你的就是你眼神一直是斜斜的、啊，我要看你，你不让我看啊。我记得你哦，我找得到你耶，韩吉，应该是你吧？你有做过侧洗吧？而且又觉得安安前辈就是你的吧？你在跟 Cake 吃肯德基，喝了什么？你现在在跟 Cake 吃肯德基，那请问 Cake 现在在干嘛？来的时候到干嘛的？晚安，哈士奇肉排。原来被发现了，对呀，你眼神完全没有瞥过来任何一眼呢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了。记得安娜，你就是一个会举安娜牌子的，我已经认得你了。再吃鸡怎么在玩游戏？玩游戏不来，在赛事，他等等要改车，他要回去了。你的视野好恐怖，我没有吧，我只是看到，是他说我没有看到他哎，我只是回答他 ，Hello 小易，今天造型会不会太可爱？你要先说他们刚刚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们刚刚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。看我夺冠一次公演都没去过，没钱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直播，看看我们发的照片，
等于你也有参与到，然后顺便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跳舞。你是不是会跳舞？可以认识你吗？你又改名字了。我今天有看到你不是这个名字哦，也是吃很快。每次你直播，他都在赶车，他就一直很忙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哎、欸，他也不是忙正事吧？哼，你现在叫郑建凯，对啦，那就是某侯先生。怎么可以说你不可爱？不嘛，黑长直。哎呦，这拆开一点要等一个小时。哦，你要赶车哦？你们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绝对在忙正事。忙什么正事？吃饭。常常说他不想来生日会，你要骂他一下吗？为什么？有什么你不想来生日会？你今天路过新来的，最好是 Sam 兔兔晚安。为什么？请给个解释。为什么再看看？有实习生耶，还想被施压吗？等那个票卖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要狂施压了。然后你们就不来我直播了。你在哪里看到我？还是昨天啊？近期这两天有看到你，还是？但你不是这个名字吧？对，你叫什么我也忘了。还是昨天，好像是昨天哦。你这样施压，你就怎么样？芭比晚安。先施压圣诞梯，对呀，先施压圣诞梯哦。你们先买12月的圣诞梯，现在因为我们的还没有公布，等公布了我就来施压喽。来人把音到吧，对呀、啊，要到的吧，他射球牌会到的吧。Hello， 博维，最近太忙了，来签个到。对呀、啊，很久没看到你了，小硕。我觉得我很久没看到你了，感觉刚开始看到你而已了。我们的应该会快出的吧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被催。谢谢草莓逃生的美光灯，我已经画完了，只是我想不到那个最难的文字。我要等买等等的买起来。谢谢小姨送的红玫瑰，爆雷一下，没有什么好爆雷，可以不能爆雷啦。可是我该讲的我之前也讲过啦，对吧？反正总有一天，你们都要买的。先买十二月的曼宁的圣诞厅。现在我只给墨鱼跟娜娜看过我的圣诞厅而已。谢谢哈士奇肉牌送的水晶蟹头。被催稿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已经画完了，我真的已经画完了，我就是。不是要写那个创作理念吗？啊，我就不知道写什么。我卡在这里卡很久了，但是我已经画完了。我一定会买一月的圣诞厅。那幻影战士你也要买吗？你里面也不对呀、啊，侯一定买的吧？颜色可以说吧，白色吧。但也是太多，当然你还要说你要来医院，我没有看到你就完蛋了。理念，我是天才，跟着天才的陈颖真一起穿上我的圣诞衣，这样子其他人会觉得我是疯子哎。这种天才这种东西是要自己，只能在心里偷偷说。就我朋友现在也在说他自己是天才，
我说你这种东西你要自己在心里默默的想就好，不要说出来。这是我说出来的。你就当是我的心里的话。无件吧答应了，对，你要买无件哦。可是你买无件你要怎么穿？娜娜，下次一定，不能回答，下次一定。人在台湾怎么买？请代购，代购，不能欺骗小朋友是真的。所以你都只说下次一定，但好险我不是小朋友，我不会被你骗的。该不该买一月圣诞天然？买呀，请你不买吗？一月圣诞天然。请买四期生陈允真一月三大厅，谢谢你的支持。生日快到了，你又不会认识我，还不不讲话，那你为什么不讲话呢？你为什么不讲话呢？你不能讲话吗？我又没有哭，那我在心里默默的喜欢你，好，默默，默默。摊上的是不是以后大车都免费了？真心也对呀，当然呢，还有免费的便当，你不知道也可以，不行，你不行，我知道我一定是有看过你，只是要再记一下脸，但是我一定是有看过你，因为我觉得认识一个人的眼神。是看得出来的，毕竟年轻生日会也没有几个人感觉看认识我啊，就是礼貌的打招呼。我才不是小朋友，我已经说了，我是成熟的大学生。娜娜也是画完不知道怎么写创作理念，对啊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写，然后她就有问其他人怎么写，然后别人就说为什么这很好写啊，为什么要败在这里？要在这里想那么久。找一个人代替我到这里，不行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长怎样，台中常常，你我怕你又哭，那你没来就你就不知道我们哭了啊，所以你要来吧，不能不来吧，在这么可爱的人要求我是要怎么不买？对啊，情谊总要买吧，一件也是买嘛，就穿着来看公演啊。穿着来看公演就好，我会买一月是因为零一的，那你也可以买一月，还有王王跟我啊，你买三件啊，一人买一件。太酷了，我不是小朋友就对了，会发笨呢，那还要等吗？对呀、啊，上车都有便当耶，而且我现在已经讲不出那个便当的名字了。但是我们还有便当，你看很划算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要是不是该买？不让你知道我到了，因为你会过。没有哦，你，而且我太晚看到了，太晚看到你发你坐在哪个位置，你可以，我下次看你再发一次。生日会的时候你们都发一张你们坐的位置，我去看看你们坐哪里。免费便当这么好赚，对呀，狮子的便当。我跟我们小朋友，我没有，我是大人，我都几岁了。我都已经快二十的人了，怎么会是小朋友？好可怕，我很可怕。只穿真的是吗？你可以轮流穿，轮着跟一零前辈的穿。叫妈妈还要买我的、啊，都买，弯弯的也买。所以我没有看过弯弯的，我要去偷看，试试偷便当。对，狮子头，买你的就好。你会买吗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买。但愿到时候穿圣诞T去参加南非圣诞祭，住。肯定的啦，那不会有几个人穿的，有穿的肯定会看的。你要去？对啊，我上次看到他穿别人的衣服，但也没有关系。没有什么穿圣诞T，什么叫没有什么穿圣诞T？
天下真正拜拜，拜拜，琪琪，拜拜。你今年不是九岁吗？什么时候九岁了？你才九岁嘞！你也要轮着穿，好的，都轮着穿没有关系，轮着穿有穿就好了，没有关系的。Hello 瑞，轮着穿没关系啊，你们可以都买啊，每天都穿啊，反正我也是有很多圣诞 T 的人。贼船三四 ，Hello， 贼船。晚安，婷，晚安。我不会介绍2014年的姨长大了，因为涵涵前辈吗？轮着穿一轮，一面要穿很久，你买很多了。谢谢四号上的一颗星，谢谢四号上的监听耳麦。这边建议穿便服就没问题的，不行啊，你买了就是要穿啊，那你买了怎么会不穿呢？买了就穿啊，都是一件衣服。你们跟我一样大5岁。你5岁啊，小朋友，你才是小朋友，我是姐姐。什么？我是小朋友？你不要小呀，阿亨，阿亨同学，你叫郑小亨对不对？谢谢光一送的200气球。什么场合能有穿？公演上吗？公演上对啊，你就公演坐在那边，然后穿着你买了几件就开始轮着穿，轮着穿，谁上场不是谁上场，谁有去公演你就穿谁的。我家有很多还没开的圣诞 T， 你有谁的圣诞 T 啊？我上班都穿圣诞 T， 上次娜娜生日就收到有人送他前辈的圣诞 T， 有人送他，对，有人送他前辈圣诞 T， 他就穿了。不是跟我一样吗？3岁，你也3岁，不是你也3岁，你3岁，不是也没有也。生日姐姐，我是姐姐。你们小孩，博翰小孩。当姐姐，我当姐姐很凶哦。当姐姐，除非你跟小雨一样可爱。偷偷地离开一下，拜拜拜拜，你要再回来吗？思豪。2014年的是高一，谁是高一？你活在什么年代了？那是怎么念啊？一个水在一个圆，你记这么清楚？你不是学测生吗？姐姐，谁上场就穿成了冒险类似，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快换。谢谢 QQ 上的小号角，你们也要快换啊！好，直接寄几件过去。寄你要寄谁的？组织前辈都不能穿出去的，不能穿出去，对他有很大的爱就穿得出去喽。祖祖说叫他祖祖，不用叫他前辈。谢谢夜空 sky 上的美光灯。他上次说，好像不止上次，然后有人就，他就说不用叫他前辈，所以我们也没差多少，然后就叫他祖祖就好，然后又还是不小心说祖祖前辈，然后就说不用叫我前辈，然后他就说姐姐，然后祖祖说不是姐姐，所以就说祖祖拜拜这样子。以后去学校就穿真正的圣诞 T， 反正大学都是穿便服，你敢穿出去的话，你先看看你敢不敢穿出去。想你，你那个字怎么念？一个水在一个圆，叫他臭子就好。为什么叫宝宝？他好像很会叫别人宝宝的样子。那将来我谁叫你？他，我现在听到，我还是现在还是很怪。现在不可能吧？武奇进来，武奇再说。我们还没有资格当前辈哦，目前还没有资格。都穿圣诞 T 去上课，我也穿圣诞 T 去上课。我上次穿娜娜的圣诞 T 去上课。贝壳来了，贝壳吃饱了吼，吃饱了吼，吃完了吼，他有来砸100倍，代表你也很渣才能跟你比啊。有些成员的圣诞 T 我还要穿去上班哦。
我要看看我的圣诞 T 能不能让你穿去上班。这道菜对我来说太快了。在车上不能吃东西吗？谢谢盖卡送的行李箱。不能去吗？谢谢盖卡送的一颗星。真那么有怕？喂，无期的歌，谢谢买手羊。谢谢盖卡送的美光灯。我叫他们下去，看他们几岁，他们会不会亲来的也很小啊？就是也很小。谢谢婷送的车车泥。谢谢盖卡送的音效卡。对于现在20岁，谢谢夜空盖上的麦克风的我来说，没有不敢穿去学校的问题。对，其实大家不会知道。谢谢夜空盖上的专业直播间，其实大家不会知道，那是什么圣诞体验？就是他们，我觉得啦，叫你吃慢一点，他在担心你了。他在担心你了，你们要接受他的关心。我不好意思带上车，没想到旁边直接带的是 Subway。那你这么守规矩哦？你就是要在那样子吃啊，车上没有规定不能吃，就是可以吃啊。谢谢客人送的可爱小兔子，你就是要吃起来，你要用你那个脸去吃，他们就不敢说什么了。那你一边吃一边玩聊天，你就不要？为什么不跟他聊天？聊天，大家可以吃汉堡，怎么？可以吃汉堡。谢谢喝酒喝到吐，加入粉丝团。嗨了，你那么什么？我是姐的，我比你大，就是你的姐。啊，还是你跟娜娜一样，都不愿意叫有我姐姐，太厉害了。谢谢盖头送的告白气球。对啊，只要你足够有自信，你就不会就敢在上面吃了。你的红包为什么也开粉丝团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次我抢不到红包，然后他们就说我可以设粉丝团啊，那我就设啦，这样我就抢得到红包了。对啊，我抢不到，没有办法。我今天也能相信我回家你还在看吗？应该不可能吧？你回家要多久啊？你不是说你11点前都很忙吗？绝对不是我欠他的，其实你欠我的。其实现在尽量少在客运上吃，之前吃过打饭的要洗车啊，真的打饭的要洗车啊，孽缘啊，就是孽缘哦。这种上次念错别人名字，我还是要多多的记一下。阿远，你好，你好，阿远。今天开到几点？9点呢？今天开到9点。为什么要洗？抢了帽子能加入真心社，现在也反正也不会很常有红包啊，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太短了吧？你不信吗？现在已经开一半了，一半只开到9点，为什么我一说就有红包了？那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就是开红包了，不开到11点吗？怎么可能开到11点？怎么可能开到11点？我今天8点开耶，9点，绝对不可能啦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你开断了，又在想你呢？会啊，我下礼拜又要再播了啦。没了，你现在少了红的红包，为什么？你在娜娜没有发过吗？娜娜的也降色了，因为打翻在驾驶席。为什么你可以打翻在驾驶席？你说让你们可以抢红包，说好的跨日的呢？今天没有说要跨日啊，10点才有可能跨日吧。度日如年的心情。可是我要关了，你要去坐车了。
谢谢柯基送的缘分相遇，直播都快乐才是好孩子，我就不是孩子啊，是不是都在星期二开播啊？蛮常在星期二开播的，因为隔天没有早八，所以那天的课真的是地狱的课程。星期二真的是可以常常星期二放假吗？还是粉丝让你没发的，因为你也抢不到，所以我不发。是这样吗？反正他现在也没有，也不能开直播了。你才刚来，才刚来。阿Ben刚刚也看到你了。那下星期直播时间，哈哈，我还不知道。下星期哦，我在想要开一天还开两天，我还没有想法。看我下星期要干嘛？下星期会不会很忙呢？晚安，长腿静球球。谢谢台中苍苍色的霹雳亮企鹅。为什么又是长腿姐姐？嗯，今天不理我情了，他哪不理你啊？他有不理你吗？他怎么可能不理你呢？谢谢夜空之盖说的臭臭你，等直播的日子很煎熬，不会啊，很多很多等开直播。哦，现在是柚子关了，佑恩关了，那个 NNTP 的 NN， 不知道还有什么 NN。啊，是我哦，我哪有不理你？你也刚刚有留言吗？很多人都比不上你，最好是你刚刚就是先抛弃了我啊！嗯，关了，对啊，对啊，难怪看到刚刚没看到的人，想说叫谁？嗯嗯，我有就嗯嗯，范江又嗯。你们都叫他什么啦？你们都叫他什么？开到七晚八晚的什么？然后七晚八晚的，啊，你很早睡哦。你先关直播，加油。好的，哥哥，拜拜，回家小心。刚刚没看到的人，刚刚都看到了，刚刚就看到你了，幼阿宝。我知道你叫幼阿宝啊。又是宝，对，他宝很多，你不用管他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宝就是这么多人。霍佑恩，恩恩，真的、哦？那你们通常喊他都喊，在那个公园喊他都喊什么？恩恩，这样吗？就是什么说宝，他什么都宝啊，谁都可以成为厨师宝。谁都可以成为他的宝，韩恩恩，真的、哦，只是叫你后宝。他对啊，柚子，你喊柚子，反正你的那个板子上就写柚阿宝啊。你都只是叫小雨宝，那要报警吗？他会叫小雨宝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可是都不理我，为什么你不理人？叫这么就不会饿肚子，叫我吃的，因为吧喊出来超级尴尬。可是你那个写的自己写的，那你做那个牌子就不尴尬吗？问就是会。玩，没关系啦，还是很多人叫小雨这样的，这样 FBI 就入上了。柚子叫你不能改名字，看你会撑几天。勇猛顽强，那有没有开？不知道开了很久。他什么？他开要很久哎、欸，先等少彤，等少彤。你知道真的吗？哪有？这个可能呢、啊？可能什么？他很难现场叫。哦，大家都一起，我心动了，哎、欸，超大声，好像那个军队，你们超像那个军队，然后我心动了。小雨自己也觉得超大声的，
他被你吓到了。我说叫你一本，你相信吗？怎么可能？可以叫你郑老师吗？郑老师，我今天还没开课呢。你现在不要跟我前队军队，你刚当完兵。喊小雨前，我当先军好了。我都不叫我的，因为你们都比我大，叫不出来。不然你也知道我们比大，你也知道。快去，什么是勇猛顽强？盖个五等榜，感觉很健康哎。我是快要进去的哦，你是快要哦？才他多久啊？八个月？还是四个月？你要当多久？真的要保护小雨吗？小雨需要人保护吗？他需要人保护吗？四个月，那你哭什么？四个月一下就到了。有小雨保护学，对啊，有小雨保护学可以保护他。小超多？哦，你是属于班上比较小的人是吗？进去就看不了直播了。真的吗？他现在管得那么严吗？四个月是在哭什么？四个月我也真的吗？那你就在里面做业绩做得好一点，然后你就可以早点回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那个早点回家？还是那是很久以前的 ？Hello， 西恩，时间很久，像我们一天看不到你直播间很难过，怎么可能？一天看不到，这不觉得我们 TV 很好的点在成员很多，你们想看什么直播，搞不好上去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播了。四个月是不是两个月新训，两个月下部队是吗？当兵的时长只有当兵的人才懂。完了，我一想到要跑步，我头就痛。突然觉得自己上了九二年次的很幸运，只需要当四个月。九二年次，那你真的跟我年纪很近。生日希望收到什么礼物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七月底，那你真的很小哎。七月底是狮子座，你是狮子座的。真的说的呀，都是做的啊、哦。表现好个假的，不是吧 ？Hello， 勇哥 ，Hello， 怎么做的啊、哦？我要进去宣传我的宝宝们，他们才不会听吧。带你的军队好友一起来看公演，他们不要觉得你疯疯的就好了。你会不会训练大家哭啊？边跑，我教官，我不要再跑了，我跑不动了。教官，你欺负我，会不会？听说四个月的队伍退伍后很快就会被抓回去教导。啊，晚安，喜德。喜德不是说今天没办法来吗？所以不要吃是吧？没有，我没有吃。谢谢十一送的告白气球。你又不是我，什么？你就是爱哭鬼啊！特布埃洛宾，什么东西？军事应援，先头发难看，谢谢。他真的很爱哭，都有缺点。对啊，不用你缺点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成员也知道了。今天很肯定喊我心疼，谢谢甜心送的香槟。谢谢尾上的霹雳亮企鹅，你才哭，你是那么有爱哭，受不了！你敢说我们？图书你敢说吗？小心我下次跟娜娜联合一起来说你哦，我们都要说你。你也是爱哭鬼，谁是爱哭鬼？你就不要被我抓到你们在哭。下次要看你们，我们在偷哭，但是你偷哭我没有看到，好可惜哦。
你们都爱哭，你们也会哭好不好？你们也会哭，只是时间到了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哭的。我不相信你看不到你们哭呢，你们一定有为了 TP 哭过的，我等着。你才不会哭，是吗？不可能，你初中哼我的耳朵，我初登场你哪有哭？你怎么会哭？我才不会去，不是自己生日会还哭成那样。你怎么想？我没有哭成那样，什么叫哭成那样？我是眼睛湿湿的，眼睛湿湿的，没有真的哭。哦，某人生者啊，对耶，对耶，那你刚好来对场嘞，还是你已经预料到了？都不会哭的应该吧，会吗？难说，有些事情都很难说的哦，不能打脸哦。你的推毕业的时候我都没哭了，不，哦，你肯定做不到，是吗？洛克，洛克很少留言呢，还是你很少来看呢？佳玉，你为什么要叫人家名字？某人宣布毕业，我连续哭了两个礼拜，然后公演毕业公演再哭，再继续哭。拒绝回答，真的是刚好。然后我只顾着哭，没在看。对啊，难怪你就是没有来我的握手会啊，你就是没有来呀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你也一样爱哭啦，我懂了。好像什么？好吧，好像直接打脸。每次爱哭不知道什么你就哭了，你也是爱哭鬼哦。学生是很容易心灵憔悴的哦，动不动就想哭哦。大学生也是啊，人生哭一哭啦。我都在啊，只是没说话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，洛克？我前辈毕业，我空白了两天，空白了两天哦，好难过、哦。我觉得我也会很难过哎，但是他们总有一天嘛。或者还真的很可爱。吐司喝的话，听一半。保留一点神秘感，等着你一个的握手会，太久嘞。想念洛克的歌声了，想念他的声音了吗？真的，让他哭一哭就对了，哭一哭可能会比较好，还有睡一睡，哭一哭睡一睡。有第三者是会，你不敢讲话，哪有上次呢？上次会你也不敢讲话，谢谢。朱颜放着可爱小兔子，我承认你可爱，你还要凑？不是啊，那你那时候就不是因为啊，你就不是因为我啊，你是后来，你是喜欢尖叫鸡老师，他就是没有要上班的意思，他是限定款，他没有再次上班的，因为他的变导致现在。不太敢说加推，为什么？因为推了就怕自己难过嘛。旁边有人，你怕？你怕？没人你也会怕的。有谁吐司不太可爱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没有要当老师了，今天都是学生。睡觉大师，我今天是大师。江姐姐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出创机礼品，江江姐姐真的万圣节限定，江姐老师决定，人家超那不行，这不能穿出门。那天会穿那一件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穿它出门，所以我才在直播间穿，反正没有人看得到。我不会穿那件出门的，不会的。今天是陈老师，是吗？是陈老师吗？今天是补习班老师，
谢谢吉米招上的告白气球。冠毅同学不得起床的 ，Hello 吉米周，不得起床的，你迟到开什么 ？Jack 小弟弟，我很满意上次的故事，姑且原谅你。陈玉人晚上好，怎么在乱告白啊？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你？上次说要听你们的故事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故事，你们就给我改一下就进来。为什么要改名字？我前几天昨天化妆化到我朋友看不下去，然后动手帮我化了，他觉得我画得太烂了。谢谢夜空 sky 上的幸运四叶草。然后我还夹睫毛，结果夹完之后掉了一撮，就是四五根耶，但是我找不到我那一撮到底是掉在哪里，就是没有看到哪边又少了一撮，可是它真的掉了一撮耶。什么换头贴？笑哦，真的掉了，就是我没有看出来哪里有少一撮，但是那个假睫毛它真的掉了一撮耶，起码有四五根哦，真的是因为我用。好像就不能模仿，就是我用睫毛打底之后，我再夹，然后就粘在我的睫毛夹上，然后我就可能就扯了一下吧，然后就掉出来嘞。现在掉的时候，但的确看不出来，眼睛没有不舒服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少了哪一撮哎，因为我看它还是长在那里啊，我不知道那一撮。是长在哪里的那一撮哎？他进来，嘴巴在里，但头天又幼稚的，头天又幼稚的，没差了，你们都这样子。爱真真战队是吗 ？Jack， 我后来才发现我有看过 Jack 啦。谢谢思豪唱的《超超你》。为什么看过 Jack？ 是因为上次韩吉传那个影片给我看的时候，就是要给我看 Gek， 然后里面也有 Jack， 所以我其实是看过 Jack 的。你自己拍的那个影片，李佳丽，而且我发现啦，里面跳的最好的就是你 Jack， 你跳最好，你就是有那个最热情的仔观，是。就是很符合上次听到你的形象哎，你跳的最卖力哎，那个脚感觉都不在地面上，就是有在浮动的感觉。谢谢台东灿烂的霹雳亮气儿，你心肯在内，我教你的，我教你的，他音乐那个，对啊。没有，其实在传之前我就已经看过那个影片了，就是我不知道谁是谁。你那时候是什么影片？在给我看之前我就看过了。谢谢夜空在上的行李箱。时过境迁，殊不知阿扎也已经失去热情了。真的吗？你失去热情了？下次你离地方之远，没关系。没关系的 Jack， 我是之前看过，但是我不知道谁是谁，但是我是有看过的，顶多知道几个，那时候只知道他是肌肉牌，但是其他人我就没有看过了，所以我只认得出一个，但是后来有说一下其他人，但是可能也没有记得很熟，就是看过而已。你没关系，但是瘦得很快。没关系啊，
有手势跳的，你认真给看看。真的吗？吐司会跳舞，拒绝很快。难道真的叫你们跳？你们也不敢再跳了吧？你们那时候是因为被洗脑吧？吐司跳的很厉害，真的吗？那我要看。那不算。请戴着你的帽子 ，Tiffany 绿帽，Tiffany 绿帽，我就知道了。对啊，波西我也看过，看过很多人。有人提到低调的人吗？你最高调的台中唱唱。还没毕业，那我怎么没有？我没有看过独自跳舞哎，下次现场来一段。跳什么 ？Breaking， 跳起来就我就会很想看的。你们的 IG 有跳舞，我就会想看。会不会今天跳舞？是不是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应该不会被干嘛？他会跳 Luma， 他跳 Luma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之前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诶，就是看完公演，然后去 KTV， 然后有人跳 Rumor， 是你们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听说粉丝有这样，音乐声会上来跳，呵呵，也不错诶，不错诶，洛克跳 Rumor， 洛克出来，洛克跳 Rumor。不是这边就能跳头转，但你就可以唱跳了吧？你的那个体力就变好了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什么都不会吗？那是公演前哦，是公演前呢、哦，那是你们呢、哦。这个真的能跳，那是谁跳的吗？不用我潜水，你不能潜水啊！你在其他。直播间不是潜水的吧？为什么在我的直播间就是潜水的人呢？是你们没错，但是是公演前。那是谁跳？帅气的那个男，帅气的那个男人。OK， 一下一下的。等一下，刚那个。哦，是洛克跳的，洛克。又开始在你们面前跳 Luma， 我也想看啊，那我好像看过啊，但那么黑，脸那么黑。晚安，你偶像粉洛克，你要粉洛克哦，叫小粉丝，你可以粉他。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很值得去粉。可以开一个你的声音的账号，然后念一些东西，搞不好你粉丝就很多嘞。可以去看 YouTube。真的都很可爱、你们真的是关系很乱呢。好喜欢说别人说帅，都爱很多人呢。谢谢11上的小号角，还是图。想在北车跳舞，那真会。哦，你要去北车跳舞吗？谢谢关医生的比心。想跟那个结婚了，你要看人家想不想跟你结婚呢？人家要跟你结婚吗？费先生呢？你不在里面，你就是抗议，只是你可能太脆弱了。
们怕你失恋。很口是心非啊，他不想理你嘞，怎么办？乱源，乱源，没关系，这里很多乱源。他们不怕，关系越来越复杂，而且你们越来越多人欸。可是你想跟什么结婚？还想跟别人结婚欸？他只有三个字，代表不是你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粉丝语种？你要问他们啊，他是你朋友欸，可以帮他填字吗？你可以帮他填字啊。洛克推很多的感觉，是要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出去吗？搞不好他想跟的是他现在喜欢的人结婚啊，他才不要跟你们结婚嘞，他已经有人选了，不要去打扰他了。想穿裙子还是穿裤子？看天气。那推很多，推很多，我不知道了，还。洛克，我知道，一年前没跟娜娜而已。他喜欢很多人，洛克在推在断也没推出课程。台北思思，为什么叫？等一下，你原本名字叫什么？你原本的名字叫什么？就比我夸张，都算是起饭头，可以聊天呐、也是有传过讯息、啊。不是聊天，聊天就是见面聊天。对，你就叫思思啊！你原本叫，人家知道你是谁，你又。叫思思，
会叫你尹真还是叫尹真姐姐？他叫我尹真，他没有叫我姐姐。嗯，真心说到，思思到底是谁？思思这个名字叫什么？他们加起来，看看有没有。没有话可以聊。哎，你原本叫思思。等一下，我，你原本叫思思，你原本不会，你原本名字绝对，他加粉丝团才能抢。阳光也收粉丝团，我阳光没有收粉丝团呢、啊。你应该不会叫小雨钱，会直接叫小雨，因为他也不想，他也说不用叫他前辈。阳光只能加粉丝团，什么意思？你说？要有粉丝团才能抢阳光锁啊！都会锁，但是我还下播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有话就会再讲，没有话就可以下播了。锁一起锁，还有人想要抢阳光吗？哇，谢谢啊，很哦。红包阳光一起的，不能设定不一样吗？可以，你们可以抢阳光啊。啊，可是阳光也没用，对不对？还是算了。他说开着让你们抢阳光，这设定蛮一起啊！你们怎么都知道？是也没什么，真的是不是特别喜欢放肆？对呀。特别喜欢黄色，谢谢燕姨，算的缘分相遇，现在才想来忘记我家粉丝，有我可以抢。阳光的要干嘛？想不到阳光景色越走越远，需要我去拿我的美乐蒂出来吗？拜拜，差不多要睡了，明天要很早起来去球场。拜拜，你打什么球啊？直播很美，谢谢。今天最喜欢的王老师。粉色的，粉色的可爱玩偶，越软越好，软软的玩偶。对，然后可以买，它也是粉色。对，我很多东西都是 Hello Kitty。我按到了什么？三六最喜欢谁？这些去看紫萱 啊！你要去看紫萱，拜拜，早点休息。
要杀他吗？没有杀他。卡比之心，卡比之心也蛮可爱的防守，我就是喜欢防守神。但是我平常，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 Hello Kitty， 我现在的东西很多都是 Hello Kitty， 真的蛮多 Hello Kitty 的。那我的这个，我觉得那个什么云镜嘛，它长得很可爱。搭过 Kitty 飞机啊，我也没搭过 Kitty 飞机。你也超喜欢 Hello Kitty 的，等一下，台北市是你的云。原名叫什么？你原本没知道到底叫什么？等一下。手机坏掉了，我看不到留言。我关了吗？我现在看不到留言。我现在。我现在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！现在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就是完全看不到，我回不去了，我回他这。这啊，现在什么人都看不到哎、欸，就这样，要 say goodbye 了我不能乱点其他人的东西哎、欸。但是我真的关不了，太烦了。糟了的大糕，那我现在还在直播吗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！你知道我现在的画面就是一个人的主页面，然后他一直在转圈圈。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！谢谢扎肯送的大声说爱你，我只能这样看。另外一台，那继续讲坏话。你前面有在讲我坏话吗？反正手机是看不了任何东西的。他的相机还在开的意思吗？就是他只有一个相机的功用，但我现在在看别的。
面是不能动的。怎么办？你用吗？那你能？就是你连关播都没有一个叉叉让我关播。我没有个叉叉让我关播。我连榜都没有念呢。我直播怎么会那么容易出状况？奇怪，而且我刚刚那一段很荒唐耶，后面那一段好荒唐哦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而且我觉得这比黑屏还可怕，是因为黑屏我看得到留言，
刚是我连留言都看不到哎、欸，就算一闪一闪，留言还是在的。谢谢婷送的钟情玫瑰，怎么这样子？我是天才、欸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对啊，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愣住了，怎么办？我刚那段在干嘛？等一下，好蠢哦，好蠢哦！你看像你人家妈会心疼呢。不是啊，啊你刚不是要走了吗？你先去休息啊，弥补我刚刚的断。不要把我记录下来，不要把我记录下来，刚刚很棒。不能练字，反正不会担心绑不练哦，真的。刚刚那张看不出来是天才，怎么可能？天才不是这样子，天才是我这样散发出来的天才光芒。哎，今天不是有那个麦琳说有星星特效啊？红包，红衣不是说不发红包的吗？谢谢红包。嗯。今天说的那个星星特效，他说很好看，我觉得还好。看我分发一下，什么？对啊，刚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天哪，跟大家不一样，收起来发现其实比较便宜，什么意思？那边在学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这礼拜哦。谢谢高能上的无尾熊。这礼拜天气很冷，然后我去吃冰，不法去偷偷吃冰，然后包得很紧，包得紧紧的去吃冰，这样，然后就跑去吃冰了。什么？因为我笨？你要说因为我是天才？想到的人少，多的会退回啊？真的、哦？那也不错，不是布丁口味，是巧克力啦。要笨，哪有笨啊？你知道有一天，不是有一天，就是吐司怎么改名了？就是娜娜在说什么，就是在说笨不笨的问题，然后我就说。直播间的人都觉得我很笨哎、欸，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本来就很笨啊，他怎么可以说是这样的话语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说？我朋友想说，中间不吃冰要干嘛？对啊，就是叛逆小孩，不是小孩，叛逆的成熟大学生。认同？怎么认同？就是他，我以为他应该回说。不会啊，你不会很笨啊，你很聪明啊。他说我就笨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谢谢，收拾十万男友。是甜甜圈，他对啊，他放甜甜圈，他是甜甜圈，他放卢卡前面。怎么这是没有？是他怕，他觉得自己可能会不会很笨。早知道我就不该安慰他，就说你就是笨，你就是笨，你看起来就呆啊。你觉得你那个性，他会说你聪明吗？我想说他应该礼貌客套说一下嘛，客套说一下。吧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见到他，但他的回答蛮零分。我想到那好姐妹，对啊，而且我一直以为我在曼玲眼中应该是个可靠的姐姐吧，结果上次说我很可靠。
他要认同不认同的感觉。你带他怎么回答？我说你才笨，你才笨。零，他可能没在那里。哦，我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才不会啦，他自己呆成那样子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然后莫里就不想要理我们的感觉。他每次有些我跟娜娜在讲话，他有些话题就会错过，就是自己就错过。看起来看起来超级靠不住。没有，我有一次就说我应该很可靠吧。他原本说没有，但是后来想一想，他是不是有这么觉得？可能没人命的，不可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是呆呆的这个人设。谢谢小猫咪送的可爱小兔子，我真的不是，真的没有。他可能不想介入小朋友吵架，是这样吗？我是大人，莫里看起来就是可靠姐姐。你们觉得莫里看起来很可靠吗？那你们觉得娜娜看起来很可靠吗？还有你觉得曼妮看起来可靠吗？你觉得四级生有看起来可靠的吗？怎么呆萌？被你摸索了这人设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没有要这个人设，给我，我可以要好听一点的人设吗？为什么曼玲就是曼玲公主，到我这边就是一堆奇怪的称呼？为什么？话语，人设是，我的人设是天才。你只看到有一点实际很聪明。嗯，你是说的是真的的吧？比你可靠，什么意思？你有觉得我不可靠？不可能吧，我一直都觉得我进来一定是一个很成熟可靠的人。我也可能不敢说实话，他把我们当成是同伴，代表他觉得我是可以很可靠的人吧。你下次去直播问他我是不是很可靠，而且我跟他们约我都没有迟到，先靠谱一波，对不对？我说什么就会说什么，而且我还会很早去等他们。那你只好骗人。那你他是真笨。那我看，因为我看起来很可靠啊，怎么看起来不可靠呢？什么并没有，真的天才，自称啊自称啊，好了，我自称不行吗？你不能认同吗？那有谁说你们？你不觉得吗？我真的没有觉得自己是没有到超级可靠，但是我觉得还行吧，可以吧？跟他们比耶，我不可能输他们，没有迟到不是应该的吗？看他们。他们事情都一堆啊，什么物理课没有嘛？没有。肯定是最可靠、最聪明的四期生。可靠，那感觉找你也蛮可靠的吧。我觉得蒋宁是其实可爱可靠的人，绝对没有曼玲。陈陈公主没有，公主已经是曼玲的称呼了。他说他喜欢别人叫曼玲公主，他真的住在皇宫里是吗？谢谢白岩送的一封信，他给粉丝快乐的心理这一块很可靠。我在给你们快乐吗？你们是快乐吗？你们感觉你们是在嘲笑？那跟三级比，你还可靠吗？当然啦，谢谢白岩送的一颗心。那你觉得三级很可靠吗？谢谢白岩送的坚定耳麦，我觉得应该意林前辈吧，意林前辈。就像你很快乐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就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笨上是吗？可靠是我很可靠。我是最可靠的，一林前辈。对啊，他感觉
应该。可是听说他有时候有点傻傻大姐。哎，不对，那少彤比较可靠，少彤最可靠。Hello， 小杰。谢谢北岩上的忍不住想你，可以叫你姐姐的人来了，可以叫我姐姐的人来了，谁？谢谢夜空盖上的镁光灯，小雨最可靠啊，那小雨也可以啦，啊，其实三期都还不错，三期都不错，四期我没办法，四期我没办法接受，没办法接受曼玲。但这个好像是少彤，因为听说很多资讯都是少彤会提醒一林前辈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。谢谢光太上的兔子娃娃，那个感觉蛮成熟的，但是他也像小朋友，个性什么选妃哦，那选妃一瓶。还没有跟他发生过什么需要可靠的事情，所以我不知道一品可不可靠，还没有发生需要可靠的事情。今天不会播到十二点的傻大姐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是他在想法上面可以给你实质建议的可靠，然后上头是可以在公司方面给你很可靠的东西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看，哎呀，叫他傻大姐，他也叫他傻大姐吗？那他是真的吗？真的是傻大姐吗？有时候吗？或许有一点，但他还是有可靠的一面。为什么也有红包？谢谢红包。他也这样觉得哦，真的、哦？那可能真的有啊，我不知道、哦。什么笨包，一直都很聪明，聪明的人。谢谢光台送的红包。而且发现你们姻缘色一样，我跟谁的姻缘色一样？你说跟谁的姻缘色一样？我这跟平寒前辈姻缘色一样，我这跟平寒前辈一样而已啊，没有一样吧？谢谢后印上的带你去流浪，可以出去玩啦！我想出去玩，好想放寒假哦。是跟那个吧？哦，粉红色部分，单色的部分啊。你们都会记芋圆色吗？真的觉得那时候还有芋圆是什么颜色？在讲那时候，我看了我们的 DTP Festival 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很像两根芋圆棒在跳舞哎。越觉得越像，想跟我出去玩，我真的很想出去玩，放寒假就可以出去玩。不知道会不会跟成员出去玩，感觉跟成员出去玩会蛮好玩的，蛮想跟成员出去玩的。不然，然后就可以拍影片给你们看。不然跟朋友出去玩，就是他们都不能入境嘛。要怎样啊？真的，太多粉红色。不然你们不是说不知道集什么，一眼发就集粉红色，粉红色醉了。这个一月圣诞季是寒假，好险！我的生日应该就是在寒假吧。对啊，我生日一定是在寒假。下次再卖飞了，没有，我是后来才发现的。我一开始也没那么觉得，后来看了那个照片，我数到哪个成员不喜欢黄色，黄色吗？也黄色好看，很多人都喜欢黄色。其实黄色可以知道很多粉丝，真的，他们特别看黄色。黄色跟紫色到底像不像啊？那个应援棒有点像，很想吃饼干，真的觉得很像。你不觉得很像吗？
还是有些差别的，跟我颜色几乎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不用分太清楚，你说就是真的，真的随机就是加分。那你们会不会不想要接到不是你喜欢的人啊？就是你可能只想看你喜欢的人，然后发现你没有追的成员一直在看着你，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吗？黄色跟橘色很像，真的。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黄色已经算蛮明显的颜色了，就是一定要看过去，不然都是那个粉色、紫色。我觉得粉色、紫色真的太像，红色也蛮像，黄色还算蛮亮的。不会，但会有点尴尬。不会啊，都来，真的。我要看的人要看的人，对啊，就是有人就是只看要看的人，害我看他都没有人要看我哎。那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看他，会礼貌的回看。那你还算很有礼貌哎。Hello 小白兔，谢谢 YZXYZSHE 送的麦克风。如果我正在看其他人时更尴尬，原来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在演唱会里。黄色比较有区别，但黄色比较有区别，我自己这样看下来，而且有时候你们的脸都看不到，你们脸会看不到，都看啊，都看啊，没看过我穿过黄色，可能我不适合。但那天平安梦的颜色，不过那是蜜桃粉啊，是蜜桃粉。你就一直看，我说你，我没有说你啊，我没有说你。全能性看讯息。以前觉得对推不好意思，但后来可以欣然接受其他成员的发展，举出你还好的扇子。下班了，快看到害怕，为什么要看到害怕？那真的很爱搭计程车，黄色。我哪有很爱搭计程车，很少搭计程车。回家就被骂，那为什么不看另外一半讯息？都有另外一半了，这里应该很多人没有。没有没关系。因为你看很久，你会紧张？为什么要紧张？突然看见我没有，是谁上次说他没有的？又不是我说的，是不是那个婷？他自己说的，我没有这样说哎。综合新路线，综合新路线是黄色，综合新路线过分，我没有啊，没有，你们不能这样入座啊。或者是说好像 maybe 可能，那你们自己都暴露了，无情嘲笑。谢谢博成送的告白气球，无情嘲笑，我问无情嘲笑吗？局限了，先去哭一下。我没有啊，是你们他们自己说的。谢谢佛坛上的偏一亮剂鹅，一手举，转黄色一手举黄色，我就会看着你。先跑走什么？你哭了？我看到你都去见某某前辈啊，博伟，你知道的。不回另外一边。另外一半讯息消失，另外一半跑走。那我发现，你还可以跟他近距离拍照，是不是觉得他毕业也有好处？你们反应很快，没有啊，他们自己发的，我就看到了。好的，可以重新的，不行吧？不那么快吧，不然这样子显得你很。开始好重，什么都知道，我是看到的，是我看到的。
求过婚的，毕业确实有好处，对吧？反正他们现在还是有些成员会开生日会嘛，可以出歌啊什么的啊，你们都可以去听去看，然后跟他们见面。有些也办握手会啊，怎么那么好啊？而且还会有他们自己想怎样的福利，他们就可以。而我们是已经事先规定好的嘛。我居然还在看吗？你只要不要去看我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好了，你就觉得我还在开吧。问我前面的工具人保镖，不会呀，工具人保镖，那他也不会答应你啊。你是说跟谁求婚啊？想见我就是来公演，只想看我来公演就可以看我了。你没什么好看的，你没什么好看的，你来我就会看到你了。你快下车了，你现在到哪里了？也不要问好了。那你下车还要？所以你刚才睡觉吗？懂了什么？我很懂。还是不会最爱的101001水，哇，这里越来越长了。还有品涵啊，然后你说现在的吗？品涵甜妹，他真的长得好精致哦。Hello， 西西，楼上万长。那不然你自己说，你自己说啊，你说的还是跟上面一样，你自己说我就听。谢谢光害加入粉丝团，你可以自己说，你说的我就听。虽然你们在直播间说的都是假的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们这句话就是现在不可都是黄粉耶，对啊，都是黄粉耶。我去公司拿平安前面的扇子，然后还有他的签名，但那个已经那个被折了，但是我还是把它拿回来的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廷毅是喜欢谁啊？你什么时候喜欢 TP 的？廷毅，那你这一片真心，不行，还没有一张前面的扇子的签名。那天就应该跟他要的。他去那个麦当劳的前一天就跟他应该先跟他要。他会帮我签吗？你搞不好有哎、欸。我会去公司搜刮，就是有那种成员的签名。我还有四期生甄选海报哎，改天可以来给你看看。你怎么骂他了？你忍心骂他吗？你舍得骂他吗？你那什么怀疑的眼神？怀疑的眼神？没有啊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喜欢谁啊。没你不敢，对你不敢，感谢平安前辈嘛，我怎么可能感谢平安前辈？他不会跟我出去的，他怎么可能？这个感觉也是社恐人。先进来了，拜拜。想看什么？海报吗？还是我要来分享？需要我分享我去公司拿什么吗？要甄选海报 ，money， 你就喜欢我啊？麻烦您进来嘞，他看得到哦，不喜。money， 还没约好吃饭。money 公主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呀。为什么现在突然有很多人冒出来留言？刚刚有那么多人留言吗？
踢的刚明就没有那么常留言，踢的也在潜水。为什么阿亨不知道走了吗？因为我在讲曼玲，没有啊，曼玲，曼玲觉得我靠谱吗？你找韩寒前辈和叶平前辈啊，这样我很像电灯泡哎，就他们两个聊他们的。我刚在讲你坏话，我靠，跟你比还是有。那你觉得世奇谁最靠谱？你觉得世奇谁最靠谱？你自己说，主推我，真的吗？脱衣。你不是喜欢衣品吗？嗯，莫言说最大的手，我先听听看他怎么讲。墨鱼，你觉得墨鱼最靠谱？那你说，你觉得我四期排名第几靠谱的？一定不是真的，怎么可能？你说，你说，我听，你说，哇，第八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不接受，不可能！我你认真，曼玲，你认真说，你认真说，你好好说，我希望你认真说。做二忘一，没有闹组，第八很前面，他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？不行，我觉得你一定是乱说的。你排名，你现在排名，快点，我要知道，我要知道一到八名。我要看你是不是认真的。我也排我的一到八名，你也排你的一到八名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他上次讲你们看今天正榜都上，不可能吧？好啊，好，那你现在排，我也现在排，我先想一下。排一到没有？要把自己排进去吗？要把自己排进去吗？你不可能把自己排第一名哦。谢谢关爱的红包，可以把他抢了。我进前八强，全国前八强，听起来厉害。不要把那就排一到七名哦。我们排一到七名哦。虽然你只能用打的，但我也想一下排名哦。我来想想，不是啊，啊四期就这几个人，我怎么可能那么后面？好好玩呢，对啊，那你以后都来我直播间玩啊，然后你就会乱说话，你不要乱说话哦。我想想，靠谱，先把全部人的名字写出来，就会想到要插车的，你再玩久一点，哎，不要把自己排进去。我排的肯定是最佳人选，没有，我们只排一到七名哦，因为没有排自己。记得全部的名字，当然当然当然，你不能因为是故意的把我排在最后一名哦，你要认真哦，曼玲。这看起来是真的靠谱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靠谱，我们讲真的靠谱哦，不是看起来哦，要记得找你，会的会记得找你，那你也不能啊。好的，我也按照我真实的想法好吗？靠谱排名，好不想写某些人很靠谱，我真的是，但是他确实是榜上有名，但是我没有很想写他，好烦哦。靠谱排名，友情毁灭游戏没有？那你们也排排看啊，你们自己觉得，你们应该都有看过我们直播吧？你们自己个人觉得怎么样？真心姐游戏，
不要少写一个，少写一个真的有心结哦。那你的不可能，你们一定是故意的，我相信你们没有那么认为的。靠谱排名，对啊，大家排一下。找你还没有，找你还没有，那你们也可以排其他人。找你也可以自己思考。靠谱排名，嗯，晚安，找你排第一，不会是因为你们没有看过他直播就排第一。欢迎晴天，不可能，找你自己思考。哎，找你应该蛮靠谱的。墨鱼娜娜找你，又用 YY 买你一瓶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切尔东，切尔东，你是认真吗？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看起来有点认真，不可能，是故意的。我是说实际哦，我不是说看起来，你们不要用看起来，我是说认真的实际。你莫找你三十张哦，真的你莫找你三十张哦，我超认真。没有，你们一定是没有好好认真看其他人的直播。哎，是实际，不是看起来，不是看起来实际的。那你说我看起来也不大合理吧？实际没有看起来，我说的是实际，就是实际行为。对，没有认真看。小硕排名，一进来就叫人家排名，我要实际的哦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我不可能看起来很强，我没法看起来，我要实际的行为。实际的话大概在往上一点吧，往上一点吧，就是一啊，就一啊，第一名排什么才刚来。可是你好像没有，我们在排实习生的靠谱排行，不是看起来，是实际很靠谱的人。你会把我排第一名吗？小时候对社群不熟，我刚刚有想到，刚刚想到了，但是还是跟你分享一下。所以在他眼中，我就是第一名，谢谢，我自己帮你排好吗？墨鱼一品又那真真卖零了，卖零数了，卖零分了，哎，这个。我还是有点偏后面哎。对，真的第一名，其他随便。而且后羿，你的排名我觉得 OK， 我在第一名就更好了。但是你这个是 OK 的，我可以接受，可以的。麦琳，你排好了吗？靠谱是指说，我可能问他事情，我会觉得可以得到回复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你好了，你要说吗？为什么我是第三？不应该第一吗？不应该第一吗？柚子靠谱，一品靠谱。好啊，你要公布了吗？你才第一吗？不可能，这其实很难耶，这其实真的有点难。如果要排四期排的话，好啊，等你公布。我现在很多人其实排不太出来。墨鱼佑恩找你暖暖一名在那里吗？为什么你们排名第一名都是墨鱼？墨鱼找你又恩走得那么高，娜娜最后一名，好开心啊！娜娜，娜娜最后一名，靠不靠谱？真的，我说那个你欢迎进门，你说啊，你要说。
墨鱼真的那一瓶的，你又那么你，我第二名啊，小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墨鱼太可怕了，墨鱼太可怕了，他有表现的那么可怕的感觉吗？根本就没有啊，他很可怕，是没错。那下次你没有，那等下讲什么？他不会进来。我那就截图，然后就照大家的喜好排名，大家的喜好排名，那都被我排很后面，那看起来更忙呢。可是我们是靠谱啊，所以你第一次送我怎么可能？你水平真的好，靠谱。谢谢，谢谢你，我很想你，我很想你那一瓶，我很想你。不可能吧？我是不是有点后面啊，麦琳？妈妈恰恰在最后，对，妈妈恰恰，你在哭就往下点，再哭也不会比人家娜爱哭啊！我也永远都不会输给娜娜。一针墨鱼柚子，嗯，哦，吼，我还是有些人是蛮低的，我很多都问他，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。其实我没有到很后面嘛，对吧？哎，有一个一名在最下面。其实麦琳，你的排名也不是很高，只有一个人。你怎么把麦琳排第一名啊？台东唱唱，不可能啊！这不是爱哭吧？墨鱼长赢了呢，哼，还啦，我在前四名啊，你怎么可能第一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排名啊？莫言自己开播了，也要开个四张，看过你们三个。现在在讲什么？现在是在讲说，社旗山谁最靠谱？莫言怎么可能是第一，对吗？对啊，我自己也是写墨鱼是第一，娜娜是第二，第三是枣泥。第四可能是佑恩，第五佑恩一瓶麦琳弯弯，那怎么可能第二？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超级不想要把娜娜排那么前面，真的很想要他，就是一脸要排到一脸不靠谱的，不是，就是我很想把他排到很后面去，但是我确实很多事情会问他，你怎么到？哎，你自己排我也排倒数好不好？啊，但是我有事的话会找墨鱼跟娜娜，但是我聊天的话，我会跟麦琳聊天，我会很常跟麦琳聊天。墨鱼、又恩、娜娜、枣泥，哎 ，Golden， 你乱排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很排的不认真哦，排的不认真哦，我怎么样都不可能输给玩玩吧？娜娜应该排在后面，因为娜娜没有在我，要是我肯定是把自己排在第二名啊，这人要倒数了吧？那倒数的人不是我吧？你怎么会把曼琳排第一呢？那天晚上我还是把他排第二名啊。韩琦说的对，我对事情不熟，我觉得都不靠谱。我现在帮你科普，有一个事情生叫做陈颖真，他非常的靠谱哦，小说懂吗？他叫做陈颖真，他是最靠谱的一个成员，请认识一下。公平面，曼琳的不予置评。曼琳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有时候就要去看曼琳的直播，你就会发现我是如此的聪明。我扛这名，我怎么可能扛？我扛不起，我只扛得起第一名。我要做就是第一名。佑恩排第二，
可是其实靠不靠谱，我们目前没有在麻烦，没有特别麻烦其他人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靠不靠谱这种事情。没有人在自己，我没有把自己排第一名。一块换服装的状况，大家都不靠谱。然后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接画完哎，哪一天？星期六还是星期日？星期五是有 trouble 的，但是星期六跟星期日我自己都还不错了吧？可是其实换衣服的人也要看人。小宋没问题吧？小宋没问题吧？三天才对啊，你刚刚什么都听不到，不行，你给我听到，我相信你一定听到的。好，我说的对，对，我说的就是对的，就是要认同我。但那天那个可爱姐，真的，肯定要投我一票。曼妮还在吗？你一定对自己有什么误会？我觉得你对曼妮也有误会，你对曼妮的误会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但是你被叫回去，那只有星期五，其他两天我真的是完美换。曼玲，你怎么跑出去了，曼玲？其他两天是非常的完美。你看被跑进你的直播间，还帮你做了这种事情哎。然后大家记得要去买曼玲的圣诞 T 哦，好吗？然后要去曼玲的生日会也不错哦。有吗？也要去曼玲生日会吧？他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见你，他的圣诞贴要买一下，可爱哦，很刚。来干嘛？曼玲圣诞贴。那你现在很容易滑到去其他直播间，我上次也滑过。要把我的排名拉高了吗？你肯定啊，直接飙升。飙！谢谢台中三三三的兔子吗？不要这里，请给我第一名。很好，当然，去买他的三三七。去参加他的生日会，还会打扮得很像公主吧？毕竟她是曼玲公主啊。我也不知道她要穿什么。现在你在其他直播间看，但是不小心滑的，没有我认真看。所以说你会买？会买，买起来呢！市集上东西都要买起来。你知道曼玲公主，她的那个应援牌那么大，然后。应援声也那么大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曼玲公主，曼玲，而且还坐第一排，然后或者就侧席，我不听到都难。哎、欸，你宣传的那么可爱，我之后也要宣传我的圣诞 T 啊！我上直播怎么看的人？真的吗？可是你很久没来了，你在忙什么？小硕，今天大家买起来，波喜一定有买。真想剁手手，为什么要剁手手？剁手指买，不敢买小雨的，怕被送进监狱。小雨倒也很可爱，小雨如果卖很多件，他就会，然后他就会，如果他有多的，他就会送给我。但是他要先送给米娜前辈，如果又再更多的话，才会送给我。所以也可以去买小雨的圣诞厅啊，这么可爱你。马上结婚，恭喜你！请大家祝福他新婚快乐。哎，结了吗？好幸福哦！怎么那么幸福啊？我们终于有幸福的粉丝了，好开心啊！为什么是一定呢？我觉得啦，会吧？感觉会买吧？你都去看他直播了，不是？他直播你都看得很开心了。亚瑟新婚了吗？结了吗？穿起来很可爱，对吧？他的小头头，而且他那个心电图是不是写着雨啊？恭喜小瑟，恭喜！大家快点说，结婚有够贵，结婚真的有够贵，会结婚。
你们都会结婚吗？我说如果你们只会去登记，还是会有那个结婚的仪式啊？因为我想过，那么贵还会办一个婚礼呢？可是就是一个回忆。恭喜恭喜！那个欧洲城堡，你想要那欧洲城堡哦？那想办法，和另外一半，有人传登记，然后会跟朋友吃的饭，不会宴客。哦，不会宴客，就简简单单的也很幸福啊。而且我之前去那种爸妈的朋友的结婚，然后都看他们朋友为什么可以那么多啊？为什么可以邀请这么多人去结婚啊？你的朋友可以多到那个样子吗？我觉得我朋友没有多到那个样子，感觉真的几个小桌就没了吧？为什么可以那么多啊？还是要邀请什么主管啊、各个工作人员啊、各个什么不熟的人也都邀？不是我们决定，是双方家长。男女方的亲戚跟朋友加起来有这么多吗？会这么多吗？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像在社交吗？为什么结婚要搞在社交，然后每周要进走？虽然是幸福的，你把前面 TV 剪掉点，这也是不会压那么多的呢。要是宴客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没朋友，会是很悲哀。可是真的小小的也很温馨啊，或者是办在那个户外草原那边，教堂不是教堂啊，就是我不知道那什么，很好玩，好吗？你是说宴客很好玩吗？真的有这理想的结婚礼方式吗？看我有没有钱啊，首先要有钱才能想办什么就办什么。但是感觉没有那么多人耶，我觉得熟的就可以了耶。这么多人很像要干嘛，要在社交耶。没有人想要结婚还要社交耶。后来就是会问 一些人，然后看他们要不要来，然后要说那种不勉强你们来，他们要来再来。结婚旅程，反正也是结婚那些东西，新郎跟新娘也吃不太到啊，对不对？他们要一起去换衣服，他们要换衣服才有时间吃，开始存钱。你要结婚了，是在可以先吃过。结婚感觉要很幸福耶，结婚要很幸福才可以。海岛婚礼哇，感觉好贵啊！他们要家长办的，太严肃的场所，不是在那个户外不是教堂，可是在婚礼在户外办也不错啊，天地见证你们的爱情。在室内慢吹冷气，不是什么很多气都戒指10万，婚纱加照8万，饼10万，而且一定要当女方的朋友，因为女方的朋友才有喜饼。你是基督徒是吗？曼妮听起来越浪漫，前方就越痛苦，所以我才想说，结婚真的需要这样子吗？就如果你跟那个人，两个人却很浪漫啊，只是花那些东西是营造浪漫，但是浪漫的主体还是新郎跟新娘嘛。两个浪漫人在一起，可以不要让钱包那么痛苦啊！对，
华人就证婚人身份证，大家好。嗯，弟弟都一起给，真的、哦。晚安，各的晚安，找一个仪式感吧。对啊，更是感觉好像你到了结婚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还是会办婚礼，在古堡办。太久了，等你们跟我们分享，希望每个人都像小说一样幸福，幸福哦。今年也是幸福的一年，明年也是幸福的一年，每天都要幸福，伴着安妮前面的小小城堡哦，安妮前面的小小城堡哦。先等你找到对象，你不是还小吗？慢慢找啦。其实没找到变同居四年了，同居四年了，祝你幸福。要不要吵架，要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才不会，不要吵架哎、欸！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，真的比较像是那般是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离我好遥远的感觉、喔、想不到那里去、欸、我觉得通常那时候的想法一定会变。谢谢你在的每一天，也是因为有你们在的每一天。如果结婚一定要选伊藤自助婚纱，所以你是用伊藤自助婚纱吗？帮他张开星星球业配，所有业配小说还有那个综艺性质哦。被业配炸的，业配总是猝不及防。虽然感觉饮食不是很卫生，也怕风吹啊、哦，对耶。也是，搞不好下雨。怎么业配？他怎么那么会业配啊？好厉害哦！公司该请你来了。你收了多少钱？收了谁的钱？收了钱，谁让你业配的？下星期回去医院试妆，还没确定啊，所以你还没有，甚至还没有结就对了，要结了。不愧是硕哥，会不会我也可以见证你们？这是结婚的过程啊，就是原本可能没有，还没要结婚，然后突然结婚，会不会很感动呢？不愧是硕哥，硕哥，狗粮有，业配也有了，你刷了，有蚊虫，厉害！今天什么？今天的直播奶油要去打折哦。对，你就是说我帮你们业配了，里面有好多人，你可以去那个，就是可以帮我打折嘛，我帮你们业配了。还是你说这是我们那个推荐的人来看的，邀请你们，你们会去吗？我们可以去吗？我们可以去吗？重点是我们要可以去，我们不是说可以去就去，对吧？会可以去吗？帮 TP 做业绩，谢谢你还帮 TP 做业绩呢，这么好，找不到可以去是吧？上次不是不就是说你找不到女朋友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你，停，就是你要超能力吧？对啊，要超能力，超能力。超能力很是最主要的东西啊！怎么听那么清楚？因为我不小心笑你了，但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祝福你。已经十点多了，我要下班了，没有要跨日。而且呢，我刚刚其实原本想在直播前发文，但是那时候我没有看到姐姐省，然后那时候在很慌乱的开播的时候，我发现姐姐省了，所以我要发文，我下播发文，会吗？我会发吗？应该会吧。
谢谢韩吉送的告白气球。是这里才开播的吗？倒是没有啊。先看这个，你要去读书了，加油，曼玲，加油，读书，加油，拜拜，曼玲。Hello， 廷瑞。谢谢 QQ 送的霹雳浪企鹅，才刚来，才刚来，拜拜，拜拜，安和，拜拜。谢谢伟送的猫的手手。你才来不到半个小时。晚安，晚安。然后我要今天发吗？还是我明天发？我要想，现在好晚了。反正我今天没有提早去休息，有看真正的直播到最后。啊，很难打了，陈毅。没关系，今天更晚了，我要拍。我没有拍那么多，我是这个是有省的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先念榜，我先念榜。我先念榜，日榜，好，我念日榜十五名哦。早早早早啊，点到了。日榜是今日。好，哎呀，我按到了，按到了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什么上面可以分两天发？是影片哎。我等一下，今日 OK。谢谢第十五名的光阴，谢谢光阴。谢谢第十四名的百元，谢谢百元。谢谢第十三名的十一，谢谢十一。谢谢第十二名的 QQ， 谢谢 QQ。谢谢第十一名的台中苍苍，谢谢台中苍苍。谢谢第十名的 Tomato， 谢谢 Tomato。谢谢第九名，九名的廷玉，谢谢廷玉。谢谢第八名的思豪，谢谢思豪。谢谢第七名的盖可，谢谢盖可，盖可应该不在。谢谢第六名的博晨，谢谢博晨。谢谢第五名的加坑，谢谢加坑。谢谢第四名的婷，谢谢婷。谢谢第三名的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谢谢第二名的 Kani， 谢谢 Kani。谢谢第一名的后羿，谢谢后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，谢谢。直播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下周何时直播还不知道，我再想想哦。我再想要播一天还两天呢，下礼拜见哦。拜拜，没有笨笨的。拜拜拜拜，数五秒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